Hello， 吃牛皮，来个长视频，一直要求的长视频。今天去补办身份证了，那个高考那年办的身份证，今年到期了，还有40多天，我这才要办。这个不是特别脆，这是更牛的。任何一家牛皮都不能保证所有都是脆的。咱家就是尽量做到大部分都是脆的。因为一头牛身上，它不同的部位口感是不一样的。感觉的一般都是牛肚子那个位置，我今天也跟供货反映过，我说大部分人还是喜欢吃脆的，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保证咱家牛皮大部分都是脆的这个优点，但是有时候避免不了，因为脆的牛皮没有了，它量是有限的，所以一定会有一部分感觉的。但是这爪特别软和，很入味。喜欢啃鸡爪的一定要尝尝。Mm-hmm.